Everyone，欢迎来到我的英文俱乐部。I'm Teresa。这一个单元我就要来介绍 C 跟 G 的另外一种发音。音我们都知道 C 有两个音，跟 S, G 的发音是个。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就是这。 好消息是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介绍，是因为它们发成呃不同的音的规则是一样的，是有规矩可循的。那我现在就告诉你，c 在很多时候都是念成 k。那如果 c 后面的下一个字母出现 e 或是 i 或是 y 的话，它就会发成 s。g 很多时候是念成。 如果后面有出现字母 e 或是 i 或是 y 的话，g 就会发成 G。还记得吗？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有讲过这个音标，它在自首的时候，你可以念成 G，你也可以跟 r、e、一起念变成 j，帮助发音的时候，你把它这个音念出来是没有关系的，j j 或者是 G G 都可以。 但是如果这个音标它出现在字尾的时候，就一定要念成 g 而且是要很轻的，尽量不要变成有声 g 所以啦，字首是 g 或者是 j，那在字尾就是一定是 z。OK，我们等一下练习的时候也会练习到。所以呢，这里它的口诀就会是 c e i y s s s g e i y G。 g g 或者是 j j j 当 c 的下一个字母如果没有 e i y 就是念成 k，那当 g 的下一个字母如果没有出现 e i y 就是念成 g。所以各位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啊、对于这个概念应该已经很熟悉了。什么概念？那就是一、e、在字尾不发音。很多时候，当一、e、是存在一个字的字尾的时候呢？ 它不但不发音，它还有变音的作用。那我们已经学过长短母音了。如果一个音节的字里面呢，只有一个母音的话，那它就是短母音。但是如果我们又在字尾加上了一个一、e,，它就变音变成长母音了。那在这边也是一样，c 本来是念成可，可是如果是在字尾出现了一、e,，那 c 就会念成 s。 而且这个一、e、还是保持着不发音，它是有作用在这个字里面的。那一样，g e 出现在字尾的时候，一、e、一样是不发音的，但是它一样会有变音的作用，把本来的 g 变成 g。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做建字拼音的练习。那因为我相信大家一个音节的字都已经很熟了，我们直接就来练习多音节的字。 而这边我也不再重复母音跟前面的子音一起发音，还有收留剩下的子音的这个概念，也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了。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music> 第一个音节的母音是念成 a p a p。啊啪啊啪 第二个音节的母音是 a，它就念成短母音的 i e。这里的 e 呢，它并没有把前面变成长母音，但是它把 c 变成了 s 的音，所以是 LIST palace palace。第二个字有三个音节，那第一个音节的母音是念成 A，因为 c 后面跟了一个 e，所以它就变成 s 这个音。 s，第二个一、e、是懒人音，l，l，l，、呃呃、第三个 a space e 是长母音，a，bra，a，brate，l l b r a t e c e l e b r a t e 下一个字，那这个字尾这个一、e、呢，它是帮助 c 变成、s、这个音，但是真正的母音是 i e。 它在这里是念成 e 长母音的 e，呢 e niece，这里有两个音节。那第一个音节的 e 是念成 e r a e re。那其实 r e 开头的字很多，这个都是念成 re。好，第二个这里的 u s space e，它是长母音。 而且这里的“一”也把 “c” 的音变成 “s”，所以是的 e u d u c e reduce reduce”。好，这里的“一”呢，它在字尾是不发音的，那它只是帮助 “c” 变成 “s” 这个音，所以这个字的母音是 “a a，gla glance glance”。下一个字有三个母音。 这个一、e, 一样在字尾是不发音的。第一个音节的“一”是念成 “e m e m”，, m 那第二个 “i” 它是念成懒人音 “e、呃、的 e、呃、的。第三个，因为 “c” 后面跟了一个 “i”，所以呢，它就变成了 “s” 这个音。那这里的 “i” 是懒人音 “e 呃,呃，被省略了。一在字尾不发音。 我们就直接念成 s 后面接个 n 就可以了，medicine，medicine。Madison, Madison. 第一个音节的母音是 e，那因为 c 后面有 e i y 的 i，所以就念成 s e c。y 在这里是当成母音念成 e t e t c。 City City，好，那这个字的第一个母音是 a p a pen。c 后面因为有 e i y 的 i，所以念成 s。那 i l 一起念成 o，这个音 s o saw、so. pencil、so.。好，下一个第一个，这里的 e 是念成 i d e d。 那 c 后面因为有 i，所以就念成 s。那这个 i space e 在这边又变成长母音的 i，s i side d side decide。好，下一个字这里的 e 很特别，它是一个外来字，所以 e 在最后一个音节是有发音的哦。第一个音节的 e 是念成 a r a e i r e 那 c 后面有 e i y 的 i，所以念成 s a s, s、呃。那最后一个 e，它是念成短母音的 i e p e p r e c e p recipe Re。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字呢，有 y。 那 y 如果它不是出现在字首，而且后面有母音的话，它通常都是当成一个母音的角色。有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个单元有非常详细的解释。那我们这里只要知道，我们等一下的例子里面都是当成母音，不是念成长母音的 i，要不然就是念成短母音的 e。第一个，好，这个 c 后面有 e i y，所以是念成。 i cy 那 e r 是 e r b be, e r b e r cyber cyber。好，下面一个一样，c 后面有 e i y，所以是念成 s。那这里的 y 一样是念成 i s、si, i cy。下一个 c 是可，那 l e 一起念成 all 可 all call。 Cycle，下面一个，好，这里有两个音节，第一个音节是念成 i sp r i spy，下一个的 y 是念成短母音的 i a，那因为 c 后面又有 e i y，所以念成 s, s、e、c s a c spy c spicy。下面一个，第一个音节的 e r 是念成 er。 mer m r 第二个 y 是念成 e，那 c 后面有 y，所以念成 s 死。e c mercy。好，下面一个我们要来看 g 后面有 e i y 的例子了。那第一个音节只有 a，是长母音的 a a。那第二个因为 g 后面有 e，所以念成 J。 那这里的“一”是懒人音、呃 J、a g e a g e n t a g e n t a g e n, t, g n, t, g n t 这个字只有一个音节，那所以 er 是一组的母音字群。er，那因为 g 后面有一、e,，所以念成 g，g，er，germ。R g n、t, 好，这里。 的“一”在字尾是不发音的，哦，但是它帮助你看到这个 “g”，它变成了 “g” 这个音。它因为它只有一个母音，就是 “u r” 组成的母音字群 “ur” 这个音。urge。下一个，第一个音节 “e” 是念成 “e e”，嗯，“in”。那这 “a space e” 是念成 “a”。那第一个 “g” 是。 个音，但是第二个最后一个音是有 G E，所以它就念成 G A GAGE ENGAGE。好，接下来第一个音节的 e 是念成 L A L，那第二个 G 后面有 E I Y，所以是念成 G G A、e、LEGEND LEGEND LEGEND。下面一个。 第一个音节的 i 是 e 的 e d，那第二个因为 g 后面有 e i y，所以是念成 g，那一样它也是念成 e g e g。好，下面一个 a l 是念成 all，所以是 tall tall、哦、digital digital。下面一个第一个音节的母音念成 a。 n，那因为 g 后面有 e i y，所以是念成 g。好，这里的 i 是念成懒人音，呃，所以是 j，呃，j，engine。Gen, 下面一个 g 后面有 e i y，所以呢 g 就念成者。那这里的 i 是长母音的 i，i 者 i j。 这里的 a 是念成懒人音，a a n t unt giant giant。下面一个字 g 后面有 e i y，念成 g。第一个音节的母音是念成 e g e g。那这里的 e 在字尾是不发音的哦。这里的第二个音节的母音是念成 a r a a。 Giraffe, giraffe, giraffe。Aff, aff, 第一个音节的 a 是念成 a tra, a tra。这里的 i 是念成 e, g e g tragic, tragic。Gic, ic,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字都是 g 后面出现 y 的。 当 y 是扮演着母音的角色，它就会有两种发音的可能性，它有可能会念成 i，或者是有可能会念成 e。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例子，g 后面有 e i y，所以是 g。那这里的 y 是念成短母音的 i e g e jim。下一个字，第一个母音 e，第二个母音字是字群的，所以是念成 er。 nerner，那第三个 y 是念成短母音的 ie，那 g 后面有 eiy，所以念成 g，geg energe，energy。好，下面一个第一个音节只有 e 这个音，那第二个是 g 后面有 eiy，所以是念成 g，这里的 y 是念成 e，g。 Egypt, Egypt, Egypt。第一个 g 后面因为有 e i y，所以念成 g。那第一个 y 是 e，所以是 gegypt。第二个 y 也是当母音，念成 c e c g y p s y gypsy。E, see, Gy psy, Gy psy. Palace. Have you visited the famous palace yet? Palace. Have you visited the famous palace yet? Celebrate. How should we celebrate your success? Celebrate. How should we celebrate your success? Niece. I have two nieces. Niece. I have two nieces. Reduce. I suggest you reduce your intake of carbs. Reduce. I suggest you reduce your intake of carbs. Glance. I took a glance at the newspaper. Glance. I took a glance at the newspaper. Medicine. He doesn't want to take the medicine. Medicine. He doesn't want to take the medicine. Circle. Circle the sentences you don't understand. Circle. Circle the sentences you don't understand. City. I grew up in a city. City. I grew up in a city. Pencil. Have you got a pencil? Pencil. Have you got a pencil? Decide. We haven't decided yet. Decide. We haven't decided yet. Recipe. This is my grandmother's recipe. Recipe. This is my grandmother's recipe. Cyber. If we wanted to use the internet, we had to go to a cyber cafe. Cyber. If we wanted to use the internet, we had to go to a cyber cafe. Cycle. He cycles every day. Cycle. He cycles every day. Spicy. This is way too spicy. Spicy. This is way too spicy. Mercy. He showed no mercy to his enemies. Mercy. He showed no mercy to his enemies. Agent. Does he have an agent? Agent. Does he have an agent? Germ. Germs can only be seen with a microscope. Germ. Germs can only be seen with a microscope. Urge. They urge u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s soon as possible. Urge. They urge u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s soon as possible. Engage. You need to engage with full attention. Engage. You need to engage with full attention. Legend. He is a legend in this industry. Legend. He is a legend in this industry. Digital.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term digital nomad? Digital.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term digital nomad? Engin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 engine. Engin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 engine. Giant.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Giant.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Giraffe. How many giraffes are there in the zoo? Giraffe. How many giraffes are there in the zoo? Tragic. What a tragic love story. Tragic. What a tragic love story. Gym. I'm gonna hit the gym. Gym. I'm gonna hit the gym. Energy. This green smoothie will give you plenty of energy. Energy. This green smoothie will give you plenty of energy. Egypt. I will be in Egypt for three weeks. Egypt. I will be in Egypt for three weeks. Gypsy. The gypsies move all the time. Gypsy. The gypsies move all the time. Change is hard at first, messy in the middle, and gorgeous at the end. 在这个励志小语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刚开始在中间的时候，还有结尾的时候。刚开始是 at first，用 at 这个介系词；在中间的时候就用 in the middle，用 in 这个介系词；最后是 at the end，要用 at 这个介系词。Change is hard at first，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改变是很困难的。Messy 就是很乱。 在中间的时候是乱糟糟的，gorgeous 是灿烂的、华丽的、令人愉快的。At the end，在最后面，它是灿烂的、华丽的、令人愉快的。<music>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影片哦。那我们下个单元见了，拜。